李欣，主任，怎么了？你昨天发给教务处的新教案是去年小班的。主任，日子是同一天，被我弄混了，对不起啊，我再给您发一份。李欣呢？你发完之后，回家休息一天吧。好。啊？这几天你总是无精打采的，工作上的失误也不止一次了吧？正好啊，有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我们这里实习，让他先带一天班，你休息一下吧。抱歉啊，主任，是我自己的问题。我就是最近工作上总出问题，听领导的意思，应该是想要提拔新人吧。会不会影响到你啊？没事啊，我要是到时候工作真被换下来，到时候再想办法吧。你就别操心了，赶紧睡吧。嗯，够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想你了就来找你了，给你带了好吃的，回家，走。嗯。累不累啊？今天？还好。当然是等你一起吃晚饭。有人等我回家，感觉真好。我突然好饿啊！上次你做的那个粥特别好喝。不错，我真的很累。我等了你一晚上，我真的很饿。浩君，我们真的就这样结束了吗？怎么了？没有我不行啊。这小区里还有别的小姑娘比你还好看吗？不嘴话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，我早就已经习惯了你在我身边吵吵闹闹、嬉皮笑脸的日子。但是你不理我之后，我觉也睡不好，饭也吃不下。我这不是来了吗？李欣，好久不见。当时我就是没控制住，一想起求婚的事儿吧，我就……我是让你给双方一段冷静的时间，好让他对你有个慢慢付出的过程。谁让你上来就……郝俊啊，我得跟你说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，嫂子？李欣呢？他最近因为心情不好影响了工作，可能有被辞退的风险。那怎么办呀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他跟我说他要回老家去，
他妈妈那个性格，肯定不会放过他。他妈会怎么样？骂他？啊，倒也不是，他妈妈一直在逼他相亲，这次回去八成就得嫁了。嫁了？马小月，这个说不准。李欣之前就找苏乐帮他去相过一次亲，还被我抓到。说点有用。之所以找思乐，是李欣的相亲密度实在太高了，排不开。对啊，排不开，这一次回去更排不开了。不行，我现在就去找他，必须把他留下，工作没了我养。哎，你等会儿。那你说该怎么办吧，嫂子。别着急，我们好好研究一下。没想到你还住在这儿啊。你还好吗？怎么是你？我知道当初的事情，在你心里一直是一个结。但没能当面跟你道歉，我也纠结了很多年。所以你能给我一点时间吗？其实我当初对你的感情都是真的，但是我真的不想放弃出道的机会，所以我选择了放弃爱情。对不起。真有趣啊。你说什么？我曾经无数次幻想，你出现在我面前，我会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你？我真没想到。会是这种感觉？什么感觉？没有感觉。你走吧，以前事情过去了，我想见的人也不是你。李欣，你和他到底怎么了？和谁啊？你男朋友，他来找过我。他说了什么话？他来威胁我，要我亲自给你一个交代。你当时不肯来见我是不是？对。你要答案我给你。当初不告而别是我不对，但能让经济合约摆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必须抓住他。这是那些年我在酒吧唱过的所有的歌，我现在把它还给你。所以他才想出那样的办法，想让我放下。我虽然不知道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是我觉得他挺在乎你的。对，你说的对。哎，郝俊，你个傻子！金镶嵌中裹着珍珠，玉衣襁褓中婴儿般的爱情，虽然是被捧在手心里，但却很脆弱，需要被呵护。怎么样？哦，
这寓意特别好啊，而且你看这款式很高级。真的？姐姐就这样吧，睡觉去。不行，时间不等人，七夕情人节马上就要到了，我得赶赶工。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，我今天就是没什么灵感。来，那我给你点灵感。嗯，我想到了。你想到什么了？一半铂金，一半黑金，既涵盖了中国元素太极风，又象征着爱情的两面性。比如你。我？嗯，既腹黑又爱演戏，但你却那么有责任心。虽然你的目的性极强，而且非常有手腕，但对我却非常的真诚啊。你是在夸我还是在损我呀？我当然是在夸你啊。我就是想说，凡事都有两面性，就像爱情也好，人也好，不是绝对的，非黑即白，非错即对。这个理念也太好了吧！爱一个人就要爱他的全部。嗯，爱一个人就是要爱他的全部。太好了，改色。这个肯定能成为爆款。我该怎么跟他说呀？楚然来了。心情恢复过来了？嗯，谢谢主任关心。那就好。都到齐了吗？到齐了。哦。在孩子们抽血体检之前呢，分时间段入园，不要在门口聚集，随时在校门口扮熊猫的。主任，是我。你除了鼓励小朋友之外啊，还要多多配合门口保安的工作，加强安全防范意识。明白。